好，我们先讲啊，卷积层的两个控制输出大小的一个超参数，一个叫填充，一个叫做不符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为什么要有填充这个东西。我们先首先看一个例子啊，假设我们给定一个三十二乘以三十二的输入的图像，也就是。 我们之前用的整个 Fashion MNIST 那个图片都是一个三十二乘三十二的图片。然后，如果我们用一个五乘五大小的卷积核的话，啊，我们知道用了一个五乘五的话，我们的输出就会减少四乘四，那就是说啊，三十二乘三十二变成了二十八乘二十八。啊，这个就是用一次卷积得到的输出。 然后用七层之后，那我们就得到输出是一个四四乘四的一个小方块了。而且，如果我们用更大的卷积核的话，我们可以使得它变得更小。就是说啊、呃，我们知道，如果的输入是 n h 乘以 n w 的话，n h 是它的高，n w 是它的宽，就是它的列数。那么你的输出会减少到 n h 减去。 kh 加一，1, 这个是它的啊行、呃、数，然后 nw 减去 kw 加一，1, 这是它的列数。当你用特别大的卷积核的时候，你的输入会会变得比较小。那么它会有个问题是说啊、呃，假设我不想要输入变得那么小，那怎么办？特别是说我当我想用比较大的卷积核的时候啊、呃，如果啊、呃、我觉得我的图片的大小就不是很大。 就是一个三十二乘三十二，32, 那么啊、呃，你可能用个三四层，你就变得一个很小的一个核了，你就无法再用了啊。特别是说，我们就用一个不是那么大的五乘五的卷积核的话，用到第七层的时候，我的输出变成四乘四，4, 我就不可能再用一个卷积核了。也就是说，我的层数数不能超过七层。那如果我要想做更深的神经网络怎么办？ 我们知道啊，整个深度学习是关于如何用更深的模型，用几百个啊卷积层来做我们的模型。那么这个情况我们肯定就不行了。所以解决这个方向呃这个问题的第一个办法叫做用填充。填充其实很简单的思想，就是说我们在输入的四周加入一些额外的行和列，达到说我们的输出。 可以比以前更大。这里举个例子是说，啊，我们要用笔了啊。举个例子是说，我们在这个地方，这个是以前的那个啊、呃、原始的输入，我们标一下啊。原始的输入是这个地方。我们在这这里用在上下左右分别填充了啊、呃、一些零。 就是说，我们上面填充了一行，下面一行，左边一行，啊、呃，左边一列，右边一列，而且填充的只是零。那么我们填充之后，我们再来做我们的卷积，你可以发现啊，这个我们昨天有讲过，第一块之前我们是在这个地方做，对吧？现在因为我们填充了之后，那么可以挪到这个角落。那么我们的第一个输出是为零了，然后我们一直往下做的话，那么。 会到这个地方，所以可以看到是说，假设我们填充了一圈零的话，我们之前的啊、呃、输出会变成一个二乘二的矩阵啊，现在我们会变成一个四乘四了，对吧？我们可以变得输出比输入还要大一点，还多一行和多一列，这就是填充的效果。 那我们可以看一个啊，我们这里应该有一个小小的动画啊，我把啊可以看一下，就填充跟我们之前一样了。填充完之后，我们一样的滑动我们的窗口得到我们的输出。OK，一般定义呢上来上，我们假设要填充啊，PH 行就 P h padding 的意思，和 PW 列的话，那我们的输出的形状就会变成了啊这个地方。 就是我们会多了一个这样子的参数进来。假设没有填充的话，那么这个是等于零，就是我们之前的那个公式。现在我们填充了之后，我们会加了一个 pH 和一个 pw 进来。就通常我们会选择 pH 等于 kh 减一，就是说通常我们会填充你的和的高宽减一的那个值，就是啊，我们这是我们通常的取值。它的取值的好处是什么样子？ 好处、就是说，你把这一个项啊带进去之后，整个这一项会消成零，对吧？同样的值啊，你把这一个带进去的话，那么这一项会消成等于零。那就是说，我的输出和我的输入，它的形状不会发生变化，就是我的输出也会变成 n h 乘以 n w。 那这是一个挺好的啊、呃、东西，因为这样子的话，我们不管我们选取啊、呃、多大的核的大小，我们都会不会改变我们的输出的啊、呃、形状。啊，具体来说啊，你我们说的是填充 pH 啊，我们在填充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在上面填充，下面填充。啊，当你啊 pH 为奇数的时候，那么挺简单的，因为你的 pH 是一个偶数，那我们的上下两侧都会填充 pH 除以二哈。 啊，填充值一般是取零。当你的和为偶数的时候啊，我们其实很少用一个为偶数的一个啊卷积和。但是如果你发生了，那我们一个做法是说，我们上侧会填一个啊多一行，下侧会填少一行，这个都没关系。但你反过来也是可以的。一般来说，大家啊不会发现反过来会有太多的变化。好，这个是我们啊填充的事情。 第二个是说，不服。我们来看一下不服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。假设我们的输入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输入的话，我们之前是三十二乘三十二，现在假设我们的输入变成了一个二百二十四乘二百二十四，啊，这个是我们之后要用比较深的神经网络，它通常用的一个输入都是比较大的。 实际上来说，二百二十四乘二百二十的图片也是一个很小的图片，就那么你看起来就那么一点点大。那么假设你用这么一个大小的图片的话，而且在你使用五乘五的卷积核的情况下，你想要最后得到你的输出比较小，假设我的输出要成为一个四乘四的输出的话，我需要啊四十四层层。就是说，假设我就想用啊、呃、把我一个图片。 慢慢慢慢变得变变得小，然后做输出的话，我需要至少我要啊四十四层才行，这就比较痛苦了，因为你层数越多，你的计算就越复杂。我如果想用一个比较小一点，层数低一点的话，当然你可以使用比较大的卷积核了。但我们之前有讲过，通常我们会选用啊五乘五、三乘三，5, 3, 但不会用太大的卷积核。那么你。 就需要大量的计算才能得到较小的输出。那不服其实是来解决这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因为啊，你之前是我的啊，输出的大小是跟你乘数线性相关，那么不服可以让它变成指数相关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不服。不服的意思就是说啊，我们这里有个小动画啊。 其实他就是想说，你在每一次移动那个窗口的时候，啊，之前我们每一次都是往啊右移一格或者往下移一格，啊，不幅的意思是说，我可以控制它每一次不要移一个，可以移两个。啊，我们这里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就是说，假设我们啊选一个高度的。 在就高度上，我的步幅为三；我的宽度上，我们的步幅为二，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那第一个，假设我们的和还是二乘二的话，第一个很啊，很显然，我们这有个 padding 啊，记得。第一个我们还是之前啊，跟它作用，那么得到它的值是等于零。那么接下来，假设我的宽度上的步幅为二的情况下，那么我的下一个不再是之前我们去考虑这一个输入。 而是我们往啊右边移两列，就是说直接移到这个地方。OK，这就是在宽度上不符为二的情况。我们默认不符为一。现在我们啊二为二的话，我们就每次跳两列。那么跳到这个这个地方，你会发现说啊，我往这边跳没得跳了，因为我还要往这边跳的话，那就只跳到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已经这边空一列了，就是说，所以这边就没有值了。 啊，这样子你的输出你的列数就为二，OK。那么在高度上来说，我们假设我们取三的话，那么第一个在这个地方、啊、往下，我们要往下走三行，而不是之前的一行，那么就会直接啊走到这个地方。那么跟它做输入的话，会得到它的输出。那么就意味着是说啊，之前我们说、啊、我们当你 padding 是啊为现在是为二吧，就是。 啊，宽度和高度的拍 g 都是为二，我们不做步幅的调整。我们步幅等于一的话，那我们的输出是一个四乘四。那么现在我们说，我们高度的步幅为三，宽宽度的步幅为二，我们直接把我们的输出变成了一个二乘二的一个小矩阵了。啊，这就是步幅的概念，就是每一次你在滑动窗口的时候，控制你是去啊往右边走多少列。 和往下走多少行，这就是步幅。那我们可以啊，直接来算一下啊，我们会怎么算？首先，假设我的高度的步幅为 sh 的话，我的宽度是 sw 的话，那么我的输出的形状就是几乎你可以看到是有除了一个 sh，就是当你等于一的时候，当然是没有什么变化的。啊。当你等于啊啊。呃呃 二的话，基本上你可以认为是被把我的东西砍了一半，啊，当然是说你要处理说啊，我可以跳到最后，发现哎不够了，那我就丢掉了一些，所以这里有一个加上一个 sh 在这个地方，然后还取了一个啊啊 floor，就是取了一个往下取整的操作。啊，一般来说我们知道啊，我们的 padding 就是我们的填充一般会选取和的大小减一。 那么就是说，你把这个带进去之后啊，我们直接可以这里就可以算出来是 n h 加上 s h 减一除以 s h，这是我们的东西啊。另外一个是说，假设你的输入的高度和宽度都可以被步幅整除的时候啊，这个也是我们经常的情况啊。我们步幅通常取二啊，所以你假设你的宽度和高度都是偶数的话，那么你直接可以写成 n h 除以 s h。Sh 然后 N W 除以 S W 啊，大家大家可以去算一下这些往下取整是怎么算出来的啊。但是一般来说，大家不用考虑那么复杂的情况啊。一般你取的啊填充比较好，然后你的啊高和宽都是二的倍数的话，而且不服取二的话，那你可以基本上可以认为，我每一次把我的输入和输出啊，输入的啊高和宽全部除了二了。o、okay, k 这就是我们啊不服的概念。 那么总结一下啊，总结一下，就是说我们的填充和不幅都是卷积层的超参数。啊，我们上一次有讲过卷积层另外一个超参数是我们的核的那个大小。所以填充在这个地方是说我们在输入的周围添加额外的一些行和列，通常只是为零，来控制输出的减少量。 因为你填充永远是让你的输出啊，至少是不变或者变大。这个是啊、呃，处理在当你的图片比较小的时候，而且你不想让你啊、呃、卷积层给你减少输出时，使得你能达到比较大的一个啊、呃、比较深的一个模型的时候，通常用的办法。步幅呢是说，我可以控制每一次滑动窗口时每一次挪的行和列的那个步长。 这样子，我能成倍的减少我的输出的形状。这是用来控制说，当你的输啊入的大小比较大的时候，啊，我可以通过步幅来使得我能够把我的啊输出的大小成倍的往下减，啊，使得我能够减少我的计算量。OK，这就是填充和步幅。